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范，今天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阿洛特，这也是我负责第三个英雄，现在给大家来展示一下他的玩法。我们先从他的一技能开始吧，我们放两个木桩。好，一技能呢，它的指示器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整一个一技能命中的目标都会造成眩晕，但是前半段是一个 0.1 到 0.2 秒小眩晕，后半段是一个长达一秒的眩晕，啊，是有区别的。好，那么再也讲一下他的大招。大招呢其实很简单，他会把所有的目标全部从左边扫到这个扇形的右边，啊，是一个击飞加上一个强制位移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说白了他的一技能和大招就是两个花里胡哨的控制技能，啊，接下来我来讲一下这个被动。这个被动呢有一个勘破效果，其实勘破效果很简单啊，就是敌方身上有这个标记就说明他被勘破了啊。那么他的被动呢就是每过八秒会自动的给周围的一个敌方英雄上这个勘破效果，就上这个标记啊，下面有个 buff 的 icon 啊，就是告诉你你这个 buff 在冷却中，然后过了八秒之后，哎，他这个标记会重新上一次。那么这个标记除了被动上之外呢，他还会被控制技能施加，比如说我一技能控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被上了标记，包括我大招上两个人，两个人都会有标记，包括队友的控制也会给敌方目标上这个标记，另外也包括比如说敌方英雄对野怪造成控制，那么这个野怪上也会有标记。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领主他不是有击飞技能吗，如果对敌方英雄造成了击飞，他也是会给敌方英雄上标记的，也就是说你周围任何单位只要受到控制效果就会上这个勘破的标记。那么被动呢就是让你白嫖一次被动的这个勘破的标记，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好，那么就要说到它最核心的二技能了。大家可以看到周围如果有标记的目标，这个二技能呢就会亮起来。二技能呢首先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锁目标的突刺位移技能，对目标造成伤害，并且他自己会有一个回血效果，啊，当然这个回血效果一定要戳到有标记的目标他才会回血，同时伤害翻倍并刷新冷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效果。那么给大家展示一下连招，首先靠被动的这一次白嫖的标记二技能戳，然后一技能控戳，大招控再戳，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个时候还可以用战场技能。有些人我直播的时候看不懂这个火焰爆弹是为了什么，它跟石化一样也是为了控你。我先把这个标记打掉啊，然后我这个火焰爆弹，哎，有个击退效果，火焰爆弹也是可以控制的。那么它比石化的好处在哪里？第一，火焰爆弹的伤害是比石化要高的，第二，火焰爆弹的 CD 要比石化要短，第三，火焰爆弹是可以把人往另外一边推一个地方的，在越塔杀人的时候会起到奇效，这个待会我们实战的时候讲。那当中后期我们冷却叠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戳二一戳大戳火焰爆弹戳，这时候一技能又好了，再放一个戳，啊，那么就可以连续多打好几下。所以这个英雄的 CD 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属性。包括他的，其实他什么都要啊，这个攻击啊、生命啊都要。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他的装备。好，那么首先呢，他是一个经验录英雄，那么我们就根据对面是物理还是法术英雄对线来出这个对应的防御鞋子就好了。他打不了野的原因，除了他刷野速度比较慢之外，领主和神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两个中立大型野怪是免控的，这就代表着他没有办法给这两个玩意上标记。啊，队友控他也不行，所以在没有什么特殊奇妙的战术配合下，不建议大家阿洛特走打野，老老实实去经验录。那么来看一下他的装备，阿洛特装备呢要遵循一个原则，叫一件输出一件肉啊，因为他有基础伤害，他的这个二技能的回血加成啊是根据他的最大生命值来的，戳一下是 10%， 如果你戳小兵的话是 5%， 也就是说如果你团战中戳了五个人，戳了五下，那你就直接回半管生命值，那肯定是你的血越高，你的回血的收益就越高。
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装备啊。首先我们做一个这个暴怒战锤，提升前期的物理攻击和穿透来保证它的一个伤害。然后呢，第二件我们先补一出这个碧蓝光刃，因为阿洛特如果你前期不回家不停的戳，因为他也能戳小兵嘛，你可能一个技能放完就戳三四下，那这个时候其实蓝耗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再出一个碧蓝光刃。好，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合大件了。那么第一件攻击装推荐做这个狩猎之击啊，又有冷缩又有穿透，是阿洛特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跟随我们一件肉啊，一件输出一件肉的原则，那么碧蓝光刃只能和这个雷霆腰带，好吧。二技能之后的这个普攻减速也能让阿洛特剩下的那个一技能和大招更好的命中敌人。好，那么第三件根据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中期，如果对面比较肉，那么这个时候做出这个魔灵的咆哮啊，如果对面脆皮比较多或者你们比较顺风，那么第四件做绿刀也可以。好，那么接着遵循，那下一件应该是这个防装了，对吧，我们就买这个神谕。Perfect timing. 同时提供 CD 魔抗和增加回血。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两件输出两件肉了，其实已经这几件就是阿洛特核心装备了，最后一件呢你根据情况啊，防御装的话可以推荐做这个翅膀，因为你现在毕竟才 30% CD 嘛，可以再叠一个叠 40%， 那你觉得我伤害不够，那我推荐出绿刀，对吧，或者说我想吸血，那你出视野利斧甚至出百战啊都可以，或者 30% CD 也够了，因为阿洛特进去之后出不来嘛，因为他只有主动向前冲的技能，没有逃跑的技能，那这时候买个复活甲来保证自己的一个生存也可以。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赋啊，天赋呢其实就是点战士，第一行点这个攻击，第二行点穿透，第三行点这个技能吸血就可以了。那么其实技能吸血这个属性呢阿洛特并不是那么需要，他可能有一点点就够了，所以当时我在装备里面没有给大家推荐前面选嗜血利斧，因为我阿洛特二技能出过去本身就自带回血，我要你那点技能吸血没用，我还不如多出点肉装可能回带更多一点。你想想，而且阿洛特的二技能是单体嘛，你想想其他英雄要出这件嗜血利斧的，比如说阿尔法啊，什么卢比啊，或者什么黑龙啊之类的，他们都是群体技能，所以他们吸的猛啊。阿洛特是单体技能，所以吸的并没有他们那么猛。那你说为什么天赋带个技能吸血？因为其他的没什么好带的，所以就补这么一点小吸血也可以。下面我们就进入实战教学吧。阿洛特呢是前期对线比较强势的一个英雄，并且他有极强的滚雪球能力，那么就要选一些比他更强的线上的英雄去打阿洛特，像什么达姆斯啊这种，迪亚斯啊这种，阿洛特其实是打不过的。那其余的没有这种高回血的或者很硬的坦克，在相同的操作水平下，阿洛特都可以把对面吊打。一级就学这个二技能，后面也是主二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一三控制都没有，我学二能怎么样呢？但其实呢你还有你的被动技能，你也能戳他一下，并且这时候就要讲到我火焰爆弹妙用了，在冰堆里戳一下，然后直接二技能戳，二技能智能施法它就会自动锁定有标记的那个目标，不管周围有没有英雄。所以一级的阿洛特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弱，配合上火焰爆弹三个兵，你可以戳五下，这样就可以回25%的血。好，这个时候我们顺利到达两级，两级其实跟一级是一样的，只不过火焰爆弹变成了这个一技能，对吧，我照样可以戳好几下，但这边弗雷亚开着反击跟我硬拼呢，你阿洛特要学会拉扯，等标记被动好了再去戳一下，然后往回撤，然后一技能三个兵和一个英雄全部刮到，然后再连着按二技能，你看我的血又回上来，他再打再戳一下库夫拉跳，哎呦，这个库夫拉我感觉其实这个库夫拉不来打不掉，我感觉这个库夫拉不来的话，弗雷亚肯定敢跟我打，那他就得死，他敢跟我打他就得死。那库夫拉来了帮我把弗雷亚赶走也行，我把这波兵吃完然后咱回家。不管是你阿洛特和别人对线还是你跟阿洛特对线，你都要留意你自己身上的标记，阿洛特可以自己看那个被动的倒计时，快好的时候还能再戳一下，这下可是白嫖的啊，不用教控制也能戳到人。好的，那我们这边先预购一个暴怒战锤啊，往线上赶。这边弗雷亚是亏了一小波兵的，
这时候我到四了，弗雷亚是不可能跟我打的。如果他开大打不过，你可以直接一个回帽弹推开。你看，哎，我这个时候回帽弹 CD 又好了，回帽弹 CD 是45秒，好吧，好像石化的 CD 是70秒，这也是回帽弹我刚刚说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边打起来先戳一下一技能，再戳直接一个普攻把这个基格洛普斯带走，当然伊赫也帮我打了很多伤害。那么这边马蒂亚打走了，回到线上，弗雷亚先戳一下，他跟我打一技能戳戳，好，没关系，回头扫了三个兵，戳戳戳戳，回上血。那这个时候他开反击，我们先不跟他打，先戳一下小兵，反击结束了再戳，火焰爆弹戳戳，直接把这个弗雷亚带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刚刚这一波戳了几下，感觉算上兵有10来下吧。然后你看我这个蓝也不够用了，赶紧先买一个回蓝刀。所以对线的时候尽可能连人带兵一起打。哎呦，这个剑锋在这里独自开龙是什么意思？还快打完了，先戳一下。哎呀，大招我手长，再戳一下一个平 A 带走。这个洛普斯来了，没关系，一技能戳。哎，我再戳一个普攻。哎，哎，怎么是剑锋把这个龟拿了呀？他那个猎杀的持续伤害还在。天哪，这就很难受啊！但也还好吧，剑锋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啊，但我不知道他复活会不会有那个龟的 buff。不管了，咱先回家补个蓝。好，把这个狩猎直接预购出来。这弗雷亚推线还挺快的。在这里跟，哎呦，这个剑锋没关系，回棒呢先推开两个标记，戳，大招扫扫戳，一技能扫戳，哎，再回来，只要你一套秒不掉我，一技能弄小兵，戳两下回血，跟这个弗雷亚拉扯，被动好了，戳一下啊，这个弗雷亚跳走了，可以，我再可以再给你打，啊，但这个弗雷亚走了，所以啊，你只要。一套秒不掉我阿鲁特，我就可以这个矮子。我先回个家吧，还是血有点少，我怕那个矮子控制了一套把我秒了。火焰爆弹也是一个很好的逃生技能啊，石化也就石化个0.8秒，然后你0.8秒其实也跑不开多少距离。火焰爆弹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击退啊，把对面推走了，也理解成一个你自己的位移啊，就你和对面的距离就拉开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机会，找合适的有标记的人去戳啊，这也是火焰爆弹一个非常好的用处。然后平时清兵嘛，把一个一技能控住几个兵啊，然后戳戳戳一波兵就结束了，清线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弗雷亚来了，我们先往后撤一下。啊，把雷鸟的做出来，对面剑锋啊，弗雷亚呀，还有一个这个梅丽莎啊，物理伤害还是挺多的。魔抗出一件神域对抗这个基克洛普斯也够了。戳，他居然还敢跟我打！哎呀，不愧是弗雷亚呀，先戳小兵回两口血，回头再一个一技能，他开反击了。原来是你有反击，觉得自己很强，我跟你拉扯，怎么说？你还有技能吗？一能戳回帮他戳，直接带走。就是我说的阿鲁特滚雪球能力，你一旦让他杀了两次啊，你不要头铁再跟阿鲁特打了，最好的是呼叫队友。但是剑锋你这个回头一个大，哎呦，哎，他知道了，他悟了，他杀不死我他就撤了，那你刚刚那个大其实也别交呀。这个剑锋我没大，我杀不掉他，算了。我刚刚接着说啊，你被阿鲁特如果杀了两次，你就呼叫队友群殴他，因为你单挑可能就再也打不过他了。哎，这个真的吗？哎呦，我大招空了，那没关系，这马吊他一技能晕在塔下直接带走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优化，就是我刚戳过去的时候哈尔特其实已经死了啊，不对，马吊他其实已经死了，但是只要我二技能出手对面目标死亡的话，我也不会进 CD 啊。虽然说没有那个回血，就避免了一些啊不是我想的误操作。
包括像马尔提斯的大招也有类似的保护。而有这个弗雷亚戳一技能戳大招清野，然后给他上个标记，他又开反击了。我们往回撤一下，他开反击肯定像个疯狗一样追着我跑没关系啊。等他反击开完，其实我这一波赚了他一个反击和一个钱多多啊，完全不亏啊。这个时候因为我原来预购的是那个无尽啊，还在买这个回蓝项链，把这个卖掉，下面直接戳破甲枪。我其实很少出绿刀，一个是绿刀要3000块钱，一个基本上神话段位大家还是有些战坦在的。这边再戳一下，哎呀，这马蒂亚达开大有盾，那这个时候就有点难受了。我因为刚刚那下二技能是断 CD 的，但还好救他们一波，差一点点他就死了，但差一点点我也死了。所以其实玩阿洛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就是唯一的原则吧，就是不要让你的二技能进入 CD 啊，除非说我这一下一定戳死他，然后周围也没有其他危险的时候，就可以断一下 CD 把它宰了啊。刚刚我就这么想的其实，但是呢世事无常对吧，这个马蒂亚达开了个大啊，还有个盾，但是这个然后对面还来了个弗雷亚，虽然说我最后没事，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让二技能进入 CD， 就算你能把对面杀死也稍微留个心眼啊。但是有些玩家会说啊，我这个其实有的时候都没注意，我一不小心连按2下2我就进 CD 了。那这个时候确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控制住你的二技能不放。哎，这个电风戳我，你秒不掉我呀！但是我一技能没控到他，我这一个二技能直接带走。啊，这个时候这个情况就属于我二技能进 CD 了，能把他带走，我也不会有危险的情况。当然，这种判断不是一直都准确的。这边草里有人啊，哈尔特先进去戳一下这马蒂亚达，不戳白不戳，他大我没关系。我们先找这个弗雷亚一技能戳一下，大招戳火焰爆弹戳一个普攻直接带走。可惜人头不是我的，但是好像我下路打了这么大的优势，人头也就15-13，并且上路已经被推到了家啊，中路外塔也没了啊，中路二塔也没了，只有我的下路还有外塔。哎呦，这个梅丽莎戳一下控戳，哎呦，但他有大没关系。哎，我刚那个技能是怎么进 CD 的？我不是碰到他了吗？哎，不重要，反正梅丽莎死了。啊，然后再说一下阿罗特的这个二技能呢，虽然不是免控的，但是他不能被控制打断。也就是说你该戳一定会戳过去，但是呢你会这个晕在原地，就你还吃控。哎呦，大招很多情况下都可以用来清兵和清野啊，因为他的 CD 很短，你看我现在大招就只有已经好了，戳一下回头，哎呦，没打到这个矮子没关系，大招一开也把这个，哎，这是个野怪扫出来，我还以为是个英雄呢。哎，没啥知道我在这儿，无所谓，我们只是想强推这个塔。其实阿洛特呢前期对线强啊，中期小团战强，但是后期真正打起团来啊并没有那么强，毕竟他是一个有来无回，而且你一旦在这个团战里面断二了，或者你的控制链或者队友的控制链不足以让你接着戳了，你就尬住了，所以一定要算好伤害和入场时机。
你有这个弗雷亚，我们往后找找他。哎，走不掉的呀，马加达，怎么说？哎呦，我这个大招空了刚刚，但我二技能 CD 马上好戳过去一，戳火焰爆弹戳直接带走，但是我要死。这个禁锢时间还是长呀，而且被禁锢的过程中是没有办法放位移技能的。奥特其实中后期每死一次都很关键啊，因为相当于你很肥，然后就给对面送钱了嘛。奥特还是比较吃这个滚雪球的这个经济和经验领先的嘛。如果你和对面经济相同的话，奥特打起团来其实优势没这么大。但是这个领主怎么被对面剑锋给抢了？还是个强化领主。反正虽然我们把这边都给杀了，哎呦，剑锋我直接断二去杀他了。啊，对面领主出来了。阿洛特呢不光这个打龙慢啊，他出来的这个领主他也是不吃控制的，所以很难受啊，只能平 A。 我想呼叫婉婉赶紧过来帮我打这个领主，反正对面都死了嘛，就在他们家门口把这个领主给清掉。但这个时候呢，我浪了一步，因为对面的高地只有一丝血了，我想看能不能摸掉，想这个大招扫一下把这个兵全部清掉啊。但是想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浪了，犹豫了一波。那这次死亡呢就非常关键啊，我死了之后这个库夫拉和婉婉还想打，婉婉顺利开出大招，但是基本上零伤害。这个时候呢，我复活想把小兵扫出去啊，但是现在防御塔有一个三秒的保护时间延迟，这小兵出去了之后呢，接下来三秒防御塔还是承受全额伤害的，所以就突然就暴毙了。那把这个失败的游戏素材放出来给大家看呢，第一是前中期打得还不错，就可以当一个正面教材告诉大家这个前期的阿鲁特和滚雪球能力都是非常强的，但是一到中后期就要注意自己的啊，这个经济和对面的差距啊，如果不是很大就不要再浪了，因为前期积累起来优势很容易就让你觉得自己能够一打三一打四一打五，但很有可能就突然暴毙了。从战绩上来看，其实我就死了两次啊，死了第二次直接整局就结束了。好吧，那我们再来看一局素材。对线一个周基本上没什么悬念啊，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火焰爆弹打中三个小兵和一个周，然后我们瞬间就把血回上来了，这个周稀里糊涂就直接死了。这个血量不走完全是斩杀线啊，直接可以越塔。
你还想过来抢这个，直接一套带走。阿洛特用这个金币蟹勾引对面来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诱杀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我刚这两波都是利用了刚开头说的火焰爆弹的越塔优势啊，就是二技能先戳到对面后面，用火焰爆弹把人推出来，然后你再跟着二技能戳出来。这一波的越塔击杀呢，连招更加标准，先戳然后推出来再戳，然后大招往塔外扫一点再戳。哎呦，亚门这个大可以说是零伤害啊！哎呦，这边还有纽特、嫦娥、星梦，哎呦，戳戳戳，哎，直接两下带走你这个星梦，嫦娥扫扫，哎呦，看起来好痛好痛好痛！哎，周在踢我一脚，但我死不掉，回头，哎呦，这个周先闪走了，哎呦，还有火焰爆弹，但是我死不了啊！大家可以看我刚刚装备啊，我是出了一个圣能光甲，对吧？虽然说我前期先做了这个暴怒战锤和这个叫什么？回蓝刀，但是呢考虑到对面星梦、嫦娥、纽特加一个亚门，我第二件肯定防装先补出圣能光甲，哎，那么第三件我的输出位置那只能轮到无尽对决了呀，因为我的回蓝刀还在，对吧？那这个时候要再出一件肉，我选择出神域，因为对面似乎没什么物理伤害。这边呢其实是亚门伪装了之后我没看清空大了然后就死了，其实除了膨胀以外呢还有点想打一种想打一些什么一打好几个的素材当素材好看嘛，但很可惜没有成功。
这波打完我意识到我的输出有点不够啊，因为我第二件输出装做的不是破甲枪而是无尽啊，所以我最后一件把这个翅膀换成绿刀了，反正翅膀也在 CD。Hypocrisy fools me no more after all I've been through. Nothing escapes my vision. An ally has been slain.Until I fulfill my promise. They say I'm the duality of human and demon, but I serve life.I will not have mercy. Initiate attack! Ally has slain Lord! Initiate retreat! Launch attack! Enemy rampage! Our turret is under attack! The spears will run you through! You have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好的，那么又是一把疑犯祭天战术的胜利的典范啊。那么通过这两把素材，大家不难看清楚阿洛特的打法和前中期的强势和后期小团战的这个后期大团战的这个弱势啊。前中期小团战还是很强的啊，当然可能也有部分我太想发挥膨胀在里面，但是他无论如何他一定是个前期强后期偏弱的这么一个英雄。那么这英雄玩起来呢还是比较爽的，强度也适中，如果配合上一些控制比较多的队友，像什么阿特拉斯啊、熊猫啊，阿奥特的体验会得到成倍的这个增长，大家可以和队友去试试看。想要玩好阿奥特呢，只要记住一件事情，不要让你的二技能进入 CD， 把控好二技能节奏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